那你就得走快一点，就走快一点，就走快一点，就走快一点，不然不好记。那你我是牵手还是？就让我来带你前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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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
你啊，我再给你试一遍啊。信越空，信越空，信越空，肉越痛。擦。信越空，肉越痛。你这可以，都可以加速了，对。虽然说这大白看起来特别稀罕，就是他就是看他是。
跟这块儿子比大一点？肯定啊，这是他儿子吗？我肯定小孩子不能理你，的话他的身体又太好了，所以他就让自己这个意思。你画得真好，画得也真好，我都不敢接这一部手机，老怕就穿着走的，真的吗？我靠，我的 T 恤有点黑边了。第一次做这个还觉得挺不容易，还是得在电脑上设计，再打印。这样吧，挺好的。OK， 一波小心就会弄脏了。一波会穿吗？会穿啊，拿着完了，不用粘上。一波小心就会弄脏了。走吧。走吧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玩啥游戏啊？就是我们来给对方设定，对方必须接受那个设定，不能反驳。可以啊，就是那个剧情嘛。啊，行嘛。我们先设定一个什么剧情？抢婚的情节，好吧？好。你就随便强行设定剧情，我是什么都可以必须接受的。我是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眼的人，这两年来你们家族一直在侮辱我，但其实你们没有想到我是另外一个星系的修罗战神。好，该你了。您厉害。其实我一直隐藏的身份是，我都是修罗战人了，你还能是啥？帝皇侠祖传。帝皇侠又是什么？我只知道帝皇剑。帝皇侠是铠甲勇士啊。来吧，和你结婚的也是我，抢婚的也是我。好。噔噔噔噔，一拜天地，二拜。好像认出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删我呀？我想知道。你是抢婚，你抢婚，你为什么要删我呀？你挺灵性的。嗯。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一拜天地二拜。啊！小丽，你跟我走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你放开！我是帝王超人，你也配？小张，这是我们两个的婚约，跟我走。别跟那个男的结婚。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动我女儿？这是我们的婚约。婚约？管他什么婚约。少爷，修罗大人。你是修罗？这个婚不结也罢。帝王找人便是原来是你。黑总，走，我们去哪儿呀？红玫瑰，红玫瑰 ，Go！ 以上全成为剧情啊，剧情所需要。行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张天元就是我女朋友了。你真有意思、啊。我不知道，就是。你在写词的时候会不会这样？就平常我跳舞嘛，也是编舞的没人管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到一个屋子里面，然后把所有灯都关好，然后就开一点，留一点点那种光，然后透进来，然后孤独的感觉就是激发你的那种。我不喜欢把角色分成多边，我喜欢把自己置身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尽量就是一点光都没有，我觉得那样的是比较。我觉得黑了之后，特别是晚上的时候，在你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一下自己一天的经历，如果是去说回想怎么样之前的一些事情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是写词儿会比较
容易写出什么来，就是大家都是差不多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然后特别是晚上就准备关掉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是比较容易会多愁善感。因为写词儿它是需要那个比较感性一点，写出来的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，所以说一般是这种时候写出来的才会是好的。然后反过来说，我看到这个问题，失去飞翔力量是吧？嗯，他很明显就是自己的梦想，梦想有个梦想，就会在你脑海里努力坚持，放弃。美好的、然后尽量的避免这些词，从另一个点去切入。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难写的话，一定要会难写在这儿，因为它首先它是在那个播首阶段的时候出来的，然后你可以听它歌里面的一些元素，听到有很多嘶喊，比如说前面第一段的时候，所以说就一定会有一些愤怒性的词语。就是我也之前有一个叫打架子播的老师，他特别喜欢唱那种重金属，就是有那种黑嗓那种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有那种愤怒的情绪。我天哪，这个音乐真的超悲壮的感觉。是谁在哼吗？张震岳吗？那个，我说这个大提琴声怎么感觉突然变味儿了？这个剧情哇哦帅，这个歌是真好听，真的哇，前面的是真的好听，哇哦，是我会去看的，就这个是看很多遍的舞台，哇，我觉得舞美真的很酷，然后我有马哥今天表演，这次有压力了吗？有压力了，这次压力有，发现这次的选曲都是那种经典，然后都是很好听的，都有用心，对，都很用心。第二组你们我压力了是吧？我已经开始流汗了，好压力，压力太大了，压力山大。我们第一次舞台合作唱的还可以吧？不知道他们是第一次，我跟你第一次舞台合作应该是2018年的，是那个吗？楚舞，落舞，对，跟你的应该是乖猫，乖猫，对，跟你的是乖猫，跟你的是编号89，好像那种基地里的红外线。哦，你出来真厉害，那种警戒线，哇，好适合这个。在寻找无尽的武器，遇见了就像我心底来了，还有一个这个唱的哇，成了飙高音啊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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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妈呀，难道是无间道？都非常紧张，状态挺好。其实这首歌感觉还挺难找的，是，还挺特别。我们也是跳过的，对，这两个是吧？那还有一个呢？
再有一个 slow down， 我们还是 slow， 我单独的一句，我只有一句 slow down。我感觉他们跳的真的好猛，嘟嘟嘟嘟。你们这个是跳完了吗？整首歌基本上都在跳。基本上是整首歌都在跳。除了严浩翔在那儿啊，那个是最轻松的。不是你们两个不是还有一段拉着的吗？也挺轻松的。啊，那个也挺轻松的。你知道在改之前，他是在那个他的高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跳一下的，那种他在跳的空中再去飙那个高音会更好。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我们所以说我们提前跳下来了，是吧？三二一，我们是红部队。哇哦，来点气势。没有气势，没有气势啊，没有气势。我们是红部队。好哦，加油加油啊！好，来了来了，这环境哦，一片黑哇哦，它前面是沙呀，这是沙吗？沙吧应该，这看不清楚啊。喂，啊是有一个沙的哇，哦，故意设计的看不到。他们是把眼睛蒙上了对吧？应该就是模拟一个用红布，他利用的是歌词的意境，反正这个舞美真的做得挺，这舞美好美在哪？我好喜欢这个，一个带了，应该一个没有，我都带了，哦，红布摘下来了，我好喜欢那个寻找的镜头。哇哦，帅气，靓仔，哦，哇，他的手也被你攥住，哇，算了，他的手真的长，对，就他俩的手都长，我感觉算了，还要，对，算下来手很长，看看他摸了着我，我天，你自己对比是不是站在一起？那天是你。哦，这个镜头真的好帅啊。我就喜欢这种头发什么的，有点眼睛帅。哇哦，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哦。哦。哦。哇，这个虚假美。此刻应有掌声。嗯。哇。而他的身形又太像了，对，身形大，跳出来的感觉都差不多，感觉很像，都差不多，框架大，感觉很舒服，很舒服，看着舒服就是。你们紧张吗？到你们最后一组，看着我干嘛？我们紧张吗？那肯定紧张了。我们能紧张？我们肯定能紧张啊，能不紧张吗？我天呀、啊，别紧张，最后一组压力来喽，要来了，来了，准备哦。说啥来啥，来吧，快点啊，走起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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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这是裙子吗？我才发现不是裙子，这哪是裙子啊？子这是啥呀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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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吧！加油！富贵无敌，一个张无敌，一个土的洋气贵，土太。不要说全称，我还没走出去。一个拉斯富贵，拉斯富贵，只要贺富贵就行了。我走了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快点，快张无敌，来吧！哦，亮起来了。哦，这玫瑰难道不应该是红色的吗？哇哦，因为是蓝光啊，可能是他戴了眼，是一个壮男，八音盒。哇哇哦，怪到地了，不知道，这是海是黑色衣服呀、啊，真的是黑的，哇、哦，它是黑玫瑰吗？嗯。哇、哦！嗯？哦？哦？不是灵魂吗？这个绳子应该用得再久一点，对，后面绕张志远有点少，帅气。
这是一个囚禁我们的笼子吧，就有点像那种，他们那些人就是也是就是把我们束缚住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出去，那个玫瑰花那我们拿到它就可以出去，然后只能出去一个人，他就相当于一个钥匙，给了他，对，我给了他，结果他本身可以出去，他一直都可以出去，所以让我后面加的那个笑还有那个眨眼，就是寓意就是说只有我一直可以出去，但是我一直留在这儿。小宋提问，为什么黑玫瑰变成了红玫瑰？不是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，开放式的，就大家随便抽一下这个，都挺好的，第二期舞台也挺棒，厉害了大家。